拍戏仲好玩 ，After School 居然唱埋垂直离队啦喂！哎呀，又有女团成员离队啦，今次系轮到 After School 嘅居然啊！唉，是咁的，日前爆出 After School 嘅成员居然将会离队。当时 After School 所属嘅经理人公司 Platters 即刻澄清话，双方其实仍然喺讨论嘅阶段。不过最新消息就话，朱贤嘅合约到今个月31号就到期啦，而朱贤亦都决定唔续约，正式离队兼离开经理人公司。不过好离好去嘛，朱贤仍然都会唱埋除夕当日喺内地举行嘅 After School 演唱会先正式讲拜拜。知情人士仲话，其实已经27岁嘅朱贤喺 After School 期间已经成日参与电视剧同电影嘅演出噶啦，包括上年嘅《请回答1994》同埋今年嘅《Hotel King》。而朱贤亦都觉得自己年纪唔细，想作多方面嘅发展，所以未决定约满之后就唔再续约，情愿出去闯下咯。一开即寒，猛片如云，寒寒料最强，快啲下载啦！